老婆给闺女做的爱心早餐，水果、粥、蔬菜饼，配的番茄酱，好吃吗？好的。你中午想吃啥呀？包子。包子。嗯。多少钱？36.5。哦。可以醒面了吗？嗯。啊，媳妇儿，可以醒面了吗？可以了，好了。放回去吧，盖上。放盐，把白菜里边的水呀、都给它杀出来。把馅儿调一下，刚才我媳妇放了点老抽、生抽、花椒粉、包包子的调料、蚝油，放点熟油、香油、葱末和姜末，最后放盐，顺时针方向搅拌均匀。白菜杀的差不多了，把白菜挤干水分，放入肉馅当中，继续搅拌，把馅拌均匀。调皮捣蛋。篦子上刷上油，第二锅蒸着呢。行，大包子都是我的，前面蒜，点醋，酱油，
那个。